接下来我们先把林音乐艺术方面来进行我们正式的表演。第一首看到这戏这戏这首歌名标出干我哦，这好这好啊，这是王国庆老师一算的啊，王国庆小太公哎，这得你爱唱看吗？哎，我等下吼，我安排要会唱某一首歌吼，阿兰再来又看麦，看到看到底是怎样。好，来，我们来进行我们正式的表演。第一首呢，请各位来欣赏，由我乐团来演奏这首《蹦出江湖》。是呢，南都洋剧。
啊，我下天拢袂记你讲吼，因为呢，我们都会有有节目表，对不对哈？那在这里呢，我们阮志雄，我来按照阮这节目表安尼来进行，还留各位好朋友，咱哪都得讲，有想要优先听阮节目表来背背首歌，啊是想要搁听其他有啥歌曲，马上甲阮讲，啊，我尽量安排哈。是这样子，啊、所以呢，按照我这个节目表呢，接下来我安排的是我讲的，我这个有教过，有教过我安排这种非常热带台湾歌谣哈，啊，第一特别来安排这首《南岛夜曲》。啊，《南岛夜曲》呢，我的因为我本身我是歌唱老师吼，我还有我的职业病，淡薄啊加减，我拢来小改哈。啊，这首歌呢，咱伫个迄个卡拉 OK 的唱时阵，点唱机那个点出来，拢是虾米货？拢是用泰国的节奏。而且呢，我要来甲咱各位吼来建议，就是讲这个歌曲千万唔用泰国的迄个泰国来进行，安尼就足无猜这首歌吼。啊，原本这首歌呢是我们国庆老师他们说他们要演奏。我呢忍不住呢，我跟胡琴老师讲说，啊，我阿妹啦，我来喝酒，好着好唱一段好了，啊，所以呢，那么先听演奏啊，还是要先听演唱？都无人搞我赢吼，迄个是，迄什么意思呢？迄个是顾在温的对啦，阿妹我来问老师好啦，你们先演奏吗？你都不行，爱吃很久。薛老师请，好不好？好啦好啦好啦。我小姨，你干嘛？你干嘛抽麦克风？哎，我冇告过我确切的老歌哈。哎，可是呢，来这种呢，我来介绍。南岛夜曲是春水的五声宫调哈。哎，所以呢是带路小调哦哈。好，来，我先来演唱一段，然后看个效果，我来给团的老师按了用演奏的，安尼好不好？那有好，我先在那盘声。
谢谢，对上我内地的朋友声，我三段我都完全无讲的对吧？哈，要点歌。哈，点歌哦，交歌，带人来考公共，好，你们可以写一下给我们，好不好？如果没有，先唱隐形的翅膀。那个，对，请你写给我们好吗？哈，我没有笔啊。来，然后他要问三段哈，那风格都无同款哦。我是头一次，第一次听到南都雅曲用恰恰。我们这个年轻辈的，我们这个胡琴，我们这个团长，他就是啊，我们蔡瑶新老师也是很厉害，弯砖配合音，一定是一支点功没有，恰恰来这找对不对？哦，他还说没有，一定有。好，来，我们八月呢，我那基本上现在更想请进行，我们八月，我呢这部片顶冠安排是什么歌？对，接下来是安排是古朴的新味流浪里啦吼。来，因为呢，古朴新味流浪里吼，我现在安排一段八月啊吼，伊内底歌词啊，做着一个男字吼，啊所以呢，啊无安尼也受伤啦，比照办理。我唱一段啊，其他的也让你们演奏啦吼。因为呢，有些时候有一些歌曲哈，有歌词含音造，迄个气味无同啊，所以哈，时阵等下，好来，那么我们接下来进行这首《古回首的流浪里》哈，《古回首的流浪里》啊，我来唱一段了啊，然后一样，第二段、第三段让你们演奏好了哈。太好，好，我这个古风新闻流浪里了哦吼，优先，谢谢这位朋友，伊讲要先欣赏《隐形的翅膀》哈，啊，我们这一首完之后，我们再来安排这一首。那个。我来介绍一下古灰秀的流浪里哈。我记得呢，这就以前啊，到今嘛的卡久啊，好久以前，大概十多年前呢，有很多人呢、啊、在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哈、啊，其中一个也苏永基对过。那是古培训的流浪里之对哈啊，因为这一首歌呢，它前后就是最低音到最高音全部有13度音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又给又一个所在的是那个地方哈、哦。那我们呢，要唱男性的歌曲的时候，有一款迄个男性的开口，这个歌嘛非常的经典哈、哦，所以。好，我来科研我们的乐师，我们的老师。第一段，来，我们来回味一下第一段伊的歌词，看当听出讲，这个歌伊的迄种迄个找男性歌曲的迄个气泡哈。
谢。我还是会问吼，恁不足门迄个笑好听，演奏好听。啊，那一定第三种讲法拢好听，对不对？好，气味无同款吼。其实呢，我们女性在唱那种男性的歌曲的时候，用的那个口气哦，是如果拿唱几首阿哥不要紧哦，我连耍唱过来首哦，哎，感觉讲是蛮吃力，还有呢，感觉没有那种柔美的感觉哈。好，来，那接下来被安排的是呢，我们这位朋友，他好了，看到我们的曲目表来的，我只修张韶涵的《隐形的翅膀》。所以呢，他说他要优先来建议我们先演奏这一首哈，来，所以呢，我优先，虽然一般的看后边，可是呢，我们呢先来欣赏这一首《隐形的翅膀》，由我们的乐团来演奏，来欢迎各位，啊，这位朋友你爱搞问好，抱一下他大声来讲歌嘞，来，《隐形的翅膀》。非常欢迎的朋友，谢谢。这是张韶涵的《隐形的翅膀》哈，艺术家贺，他的歌词写得很好哈。曾经呢，一毛被收录在某一出大陆的那个连续剧里面，然后他里面的主角一些的 N 级嘞，就是没有双脚，
没有哎，没有双手还是没有双脚的一个女主角。她呢，为了她的梦想，然后呢，她呢非常的打拼努力。啊，因为来这一出戏的主题曲就是用《隐形的翅膀》哈。好，来，那么接下来。来，接下来我们先来安排，也是让我们哦很感动的一首歌，《这个歌我带着歌》哈，也原唱歌的赵照，那后来呢，莫文蔚重新翻唱了，跟费玉清、别摩羯这部爱能人呢合唱的这一首曲子，哇，想不到呢红到了我们台湾，我们台湾呢每一个人喜欢唱歌的人都非常喜欢这一首歌，我们先来安排这一首。当你老了，那么是由我们的女生主唱，我们的淑芬带来这一首《当你老了》，来欢迎各位来欣赏。有时候我们在说这一首歌名哦，我当下问了我的员工，到底是当你还是当我？后来想一想，懂了马龙公把郎，所以呢，当你老了，
这是开玩笑的。也就是呢，每一次啊，我在教歌的时候，我的课堂上我都会第一件，都会甲学生们讲，咱学一块歌上重要的一件第一件代志是什么？歌名记起。因为很多人哦，功夫练很多哦，好多歌都会唱，可是你要他，你选一首什么什么歌，他都会一时之间跟我说哦，他没记得歌名耶。对，所以呢，这一首歌我都会开玩笑，当然不是当我老了，一定是当你老了，弄空对方哦。好，它是很好听的一首曲子，来，那么有一位朋友跟我点两块歌，这两块歌哦，第一条歌我一定跟你等你化掉，为什么？妈妈，我也真勇敢，咱今晚是要庆祝爸爸，所以，我们第二首哈，等一下我们再找找看，对不对哈？哎啊，所以跟你共解。那么我们先来进行我们那个曲目里面呢，来，从刚刚到现在啊，都是温馨的路线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来哈，听一首，这一首是杨培安的，对不对？三个字比较澎湃一点的，这个也是哈，我们老师他们自己选的，就是呢，我们先带来这一首《我相信》，这是国语的。好，来，那先来进行基础哈，演奏的，来让我们的乐团老师他们先带来这一首演奏曲《我相信》。
谢，多谢黄磊六婆声，感谢感谢。好，这一首演奏曲，永恩早哎吼，就难得哎，我们的乐那个用乐器的声音代替了杨培安哦，然后那种澎湃还是听得出来了吼。好，来，好，等一下那一首哈，让我们老师再找一下哈。那哇，一点五公哈，我们这个曲目表里面呢，唯一应该是比较具代表性的，然后呢是对爸爸的就是爸爸节的一个庆祝的这个节日呢，对他的一个就是一个非常的非常感恩的一种关心哈的心意，应该是这一首。所以我先来安排一首哈，叫做阿爸诶碰谁杀哈，这一首曲子。那这一首曲子呢，介绍一下，它原唱呢是向慧琳。向慧琳呢，我们都知道哈，她呢，她是伊是咱台南市安定的查某囝，对。然后呢，她当年她是亚洲新人歌唱21世纪亚洲新人歌唱排行榜，得到了哈，就是很优异的成绩。然后呢，就被一个罗安的一个老师呢，把他延揽，所以他出了很多非常好听的歌。以爸爸节呢，我都会收到耶阿爸的碰谁杀。那妈妈节，就母亲节，我都会收到耶一首妈妈的愿望，这是非常经典的哈。所以呢，在下个礼拜三是我们的爸爸节，我们呢来，我们先来用这一首歌，我们来祝福天下所有的爸爸，大家都平安健康、幸福美满、快乐。那另外呢，也感恩一下爸爸的伟大哈，爸爸的伟大。我是问一下，现场你爸爸还佫在身的有无？应该有嘛哈，应该很多。我不举手，因为很可惜我爸爸不在啊。有时候其实我很避免唱跟爸爸有关的歌曲，因为确定老爸在，真的是这样子。那没关系，来，在下个礼拜在伟大的节日之前，来我来演唱这一首曲子。那希望会喜欢听歌唱，会喜欢这一首歌，会唱这一首歌的，我们一起来用这一首歌，怀着感恩的心，对我们爸爸的一种怎么样？一种尊敬，一种尊重。来，请各位来欣赏这一首《阿爸碰谁伤》。一片海。
先生，说真的，没有爸爸的唱这种歌哦，啊，忍不住眼泪会掉下来，因为想到哈，好，那么可是他的歌词写得非常好，非常好，现在也是很少人在唱他这一首歌了。可是我都会建议，我都会建议哈，如果咱的孩子啊，那尤其在迄个幼稚园，还是讲在国小的阶段，伊那爱要唱歌，要学唱歌，我都会建议。也应该来练这种歌，比如说阿爸的碰雪山啦，妈妈的唔忙啊等等这些歌曲，而不要唱那些爱恨情仇的歌曲哈。这我拢会按的建议。好，来，那么接下来哈，阿爸的碰雪山，那么我们再来带来哈，都是想了，我们先来这一首好不好？因为没有哪一个朋友又说优先要听哪一首歌，对不对？我今天十三分钟。来，我们找到了，刚点十三分的是哪一位朋友点的？来，没关系，我相信你在现场。阿哥，我等一下我也开玩笑哦，你讲点到底歌，阿你无在场哦，我都不爱跟你演奏哦，应该有了哈。来，所以呢，刚点的两首歌呢，那个跟妈妈跟爸爸无关的哦，当然我们就选了这一首《刚点十三分的》来。人类芳香给我们乐团您带来这首
谢谢，非常欢迎你的欢声。点这首歌的这位朋友哦，你我爱听到你欢声哦，爱欢十秒，连续十秒。好，来，那么接下来哈，我们在曲目表上面哦，有特别安排，我先来安排这一首好不好？跟我们那个男性歌曲有关的，因为这首歌我有要求哈，要我们胡琴老师他可以秀一段看看。那这一首歌是什么呢？沈文成的《浪里的心声》。因为这一首歌是这样子，我在今年的五月去评了我们台九公司117周年的全国的歌唱比赛啊，居然有选手哦。已经进入到决赛，他还选这一首。那《浪里的心声》这一首歌，第一它是华尔兹 ，baby， 它的 range 就是它的低音到高音哦，13度。好、哦、啊，华尔兹的曲子那么唱啊就哦有唱出它的韵味，真的是不大好唱。然后它的原 key 当时沈文成他是原住民哦，所以呢它的调性是蛮高的哈、哦。这是我们胡琴老师双和工吼，他们要演奏，这个我个交谈，我讲吼，阿、啊、你秀一下好了，你唱一段试试看。记得这少年的少年音呐吼，阿、啊、来和你唱，让你的心声吼阿听看。啊，那我想要听不？不错嘛，我们很有默契。那个，有听到吼，我打工吼，那我们想要听不？因为一直拍鼓啊，这样他会有一点压力，因为将来唔帮你唱这首歌吼。来，咱来欣赏这首《浪里的心声》。原来预备先安早好，来先安早啊，然后后面呢还来唱一段好。春天，小雨是凉。
最后我还给他 Q 那归音，对，那因为他没有唱过，可是还不错啦哈。来来，这歌嘞，我想少年郎馆应该给他唱这首歌。啊，我是觉得哎，这一首歌的旋律，哎，因为拍球了呢，高拍球。对，因为他没唱过，哎，可是阿伯安那招调啊，对我哈还不错的，很厉害的。对，那个我们那个调性很重要，伊第一段的时阵预修歌，哎说唔知变哪唱，啊第二段哎想的 Q 起了哈，所以我们唱歌啊，这个调性真的是很重要啊哈。好，来，那我们的时间我们大概还有两首或几首而已，我们这样好不好？来安排哈，就是我们的杨琴老师来秀一段非常经典的我们的杨琴的独奏曲哦。也取名叫做喜讯，喜讯呢，这一首曲子啊，我记得以前我们有时候啊，我们在那个喜宴上面，我也时常排这首歌哈，这首演奏曲，这是扬琴最很经典，它纯粹的，就是比较属于是他们纯粹博乐的演奏曲，所以来，我们杨琴老师已经准备好了两分多钟而已，因为我把它缩短，来热烈掌声给我们杨琴老师，我们玉仁老师带来这一首喜讯，
谢谢谢谢，得下来了黄香，这个是在国家剧院才听得到的。好，来，那果然我刚刚说能婚经娘娘，因为浓缩了很精彩、很精辟的一段，很精彩的。来，我们的时间呢、哦？我们大概在一首或两首啊，一首是不是？我们的啊，来，我们呢？我们剩下我哪一代哈？我过哪代瓜拢无演奏掉对吧？哈啊，诶。我来问一下，我们有我们很想要介绍给大家的，有两个一个叫《我来幸福》，郭庭筠的这个歌很感人哦。伊来的歌谁的共享，伊的功德哈，就是他里面的故事，这个歌的故事是，先生失智了，可是太太啊无怨无悔的一首曲子，有没听到我？另外，其实是莫文蔚非常经典的歌唱比赛必备的《如果没有你》。那有人要听无？那要听黄婆声啊？无，阮就一首歌，就简单的结束。好，不错哈、哦。来，我们先来这一首《我来幸福》，刚好《我来幸福》，郭庭筠的，因为他的歌词，他里面的剧情真的是很感动人的。我们呢，用这一首曲子，让我们的主唱，我们淑芬带来，带来继续，我来幸福，希望咱台湾哈，都能够永远幸福。最能让你的给
谢谢，等一下。哎，继续我来演好，非常的那个嘿。那么我们最后了哈，用一段的甜蜜蜜来结束好了。如果喜欢听，如果没有你，欢迎各位哦，下一场来，我第一首我就来唱这一首。我们时间的关系，来让我们轻松快乐一下，好，一段就好，来甜蜜蜜。谢谢，中国现场各位好朋友们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阖家平安，大赚钱，谢谢。